天桃园的专属啦啦队乐天女孩实在太夯，实在太红了，红到连美国职棒大联盟都邀请他们要到主场来进行应援。那今年呢，因为有三队在主场要举办台湾日的活动，分别是洛杉矶天使队、还有奥克兰运动家队、纽约大都会，到时候乐天女孩们就会把最架杠的台湾应援带到当地去。我们在五月跟八月分别在洛杉矶天使队、奥克兰运动家队还有纽约大都会队的主场会跟大家见面，期待见到所有台美球迷们，我们台湾日见。这次代表出席的女孩分别有七位，是副队长菲菲、 Yuri 代营、尹乐、若彤、林香，还有团长壮壮，预计会在赛前呢带来精彩表演。那自从 WBC 棒球经典赛开始之后呢，各国球迷开始关注台湾职棒的独特应援方式，包括经典女孩们的好表现也备受关注，就让我们的这个啦啦队也红到国外去。